宜蘭縣議會第十九届第二十二次臨時會閉幕典禮，典禮開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大家好，好，今天是我们第十五届第二十二次的理事会，也是正式来闭幕。啊，今日在这非常感谢馆长啊，甲所有的副馆长、秘书长、所有的处长、啊局长，会使讲真拍拼来热实咱的本会，会当顺利来完成。啊，要感谢咱所有议员啊，这五天啊。也能够完成112年终于是跟咱这个对个迄个各基金啊，拢当顺利完成。今仔这只深深的感谢，会当顺利来完成，希望会当管路，让明年度加为宜兰县建设也好，为民也好，加做一寡真好个代志。啊，来先讲咱这十九届画下很好的句点哈，今日在这深深的感谢各位，今日在这也好个感谢各位，今日在这来甲咱办宴办宴做七届，会使讲29年啊，加延一年啊，感谢各位在陈副议长、甲各位议员、理事。先生，甲建仁编组，甲建仁指导，好建仁当顺利啊，来完成咱所有管路提出来预算也好，管路议案也好，甲建仁帮忙，建仁这一深深的鞠躬，来感谢咱副议长，甲咱所有议员李树先生。啊，因为是爱离开啦。花啊，会开到真水，那一定会谢啦吼。啊，今日当做个仪领这些个，大家真会疼惜，是要离开非常唔甘啦，但是还是要离开。再一次讲，感谢各位。啊，各位，今日圆满完成，我们今日我们就到此结束，散会。好，谢谢。哎呀，不错哎，不错，在这边，我们这边。可能三位主管，三位主管拢听我。有诶，他徛后边，三位主管拢听我。哎呀，阿弟，你无笑？啊，笑者。哦。啊，谢谢。快走路！
正。张建荣正。三二张建荣赞赞三二一张建荣赞好谢谢哎你想过了没关系没关系过了我了我了我了 OK OK 张建荣这首没有这首这首你坐定，哎，我来买来跟你去吃。赵老大，有。这，哎，我看，好了，我们家，会不会？我，好了，我好了，好了，谢谢。我先丢，今天这一天我先上嘛。那其他几名？几名？一级中央城市议员委员，配三位议员等八位，为宜兰县立首长及赵连生武主席。